长期呢，很多人对一说到长期就有这种恐惧的心理。那么其实场镜呢，到了早期的场镜可能是这个镜子的这个就是工艺啊，还有呢就是早期的时候，特别是几年的操作的手法的关系呢，场镜的操作时间会比较长，病人的痛苦会比较大。那么现在随着这些年我们的内镜的技术的进步，我们镜子的这个功能也越来越好，同时呢我们现在消化科医生肠镜的操作技巧呢，也在这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哎，所以呢，做肠镜的这个就是说，病人的我医生的操作顺利就已经大大提高了，速度也提高了。那么你操作顺利，病人可能痛苦会比以前少多了，哎，你看以前我们肠镜一个下午只能一台镜子做个几个病人，现在基本上你从我们顺利进镜，病人一般情况下进个镜常规的话，3到5分钟就能做到，所以说很快的。当然。绝大部分病人应该说，如果医生操作手法好，那么他的痛苦不明显的，主要症状是一个腹胀，他要注气，注气的时候呢，他肚子会胀。那么现在很多医院通过二氧化碳的气泵，然后呢，就是他打进去不是我们纯粹的空气了，打进去肠道里是个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很快会被吸收的，所以呢，他的腹胀情况也会比以前缓解。那么当然，少数病人可能他有手术后的，或者有粘连的。那么或者是特别瘦的，就体型的肠子弯曲度比较大的，或者肠子有些我们的乙状量特别长的一些病人，有粘连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一些特别胖的人，那腹特别胖的病人，肠镜相对比较难做。这些病人可能在做的过程中操作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他有弯曲度比较大的时候，或者粘连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应，特别疼痛啊、不适症状。那么现在。普通肠镜治疗现在也有无痛肠镜的技术，就是说讲究对病人来说改善他的一个感受度啊，减少这种痛苦的回忆，对病人是一个人文关怀。所以呢，现在无痛内镜的发展也是这几年一个很各大医院都是已经成为主流了。所以呢，对于有些害怕的、担心的，那么也可以做无痛内镜，因为通过无痛内镜，我们就是静脉麻醉之后，病人就是相当起了一个就是深睡眠了。那么他已经没有这种疼痛的感觉，那么他就做完之后，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感觉，所以不管有什么过程，他哪怕中间可能从我们做的时候操作时间长一点，或者是有粘连的病人，他这个牵拉对他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感受，他醒了之后他就过去了，所以他不会有不适的症状，所以呢现在肠镜其实不可怕。